你那个 IG 发文哦，还写还是用黑白的，然后呢我就看到几个中文，什么亲爱的爸爸点点点点点，人家不知道以为我走了呢。徐乃麟2015年被诬陷卖屋诈财一事，一审判决出炉，当事人蔡南须赔偿徐乃麟30万，徐乃麟洗刷清白，儿子徐新阳昨也不忍发声，并 PO 出黑白合照，怎料徐乃麟亲自私讯徐新阳，怕人家误会他出事了。你那个 IG 发文哦，还是用黑白的，然后呢我就看到几个中文，什么亲爱的爸爸点点点点点，人家不知道以为我走了嘞。徐新阳赶紧换上彩色父子合照，表示这样才有喜气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